我唔中意同啲我冇兴趣嘅人食饭。不过如果系你嘅话，我一定唔介意。我唔系讲笑。任何有份参与呢个手术嘅医护人员，我一定会追究到底。擅自用捐赠者嘅器官系刑事。我已经有咗最坏打算。就是冇得再做医生。康业信泰快递特约白色强人意，今晚9:30，翡翠台。